集思想家与行动者。很多家人哦，帮爸爸妈妈抢救到底，最后不成人形，病人又受罪，家人有创伤，又增加无谓的医疗资源的浪费。真的，我个人的看法是百害而无一利，所以国家应该要支持鼓励大家去做 ACP。这是一个国民教育的一个过程。解头脑的渴，开领略之门，人文讲堂。